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诚意在赴山海中的黑白剧照展现了极致的反差魅力，这种黑白色调的处理不仅突出了他角色的深沉与内敛，还巧妙地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充满张力的氛围。剧照中，诚意饰演的秋水哥哥形象深入人心，他身穿古装，手持长剑，目光坚定而深邃，仿佛真正的江湖侠客一般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。赴山海的双平台播出，赴山海将在腾讯与爱奇艺双平台同步播出，这种双平台的播出策略无疑将大大提升该剧的曝光度和影响力，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部精彩的古装武侠剧。双平台 S 加的配置也显示出制作方对该剧的重视和信心，相信在如此强大的播出平台和制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，赴山海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关注和赞誉的佳作。赴山海的演员阵容强大，由诚意、古力娜扎、徐振轩、刘梦瑞、丁笑颖等人领衔主演，陈玉琪特别主演，还有李俊逸、程湘、张小晨、杨丽菁、秋风、陈希希等人主演，这样的演员配置无疑为该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吸引力。此外，该剧的幕后制作团队也十分强大，由刘芳编剧，任海涛、林峰执导，美术指导刘诚毅，造型指导陈顾芳，服装设计方思哲等一众专业人士共同打造，这样的班底配置为该剧的制作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从网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，观众对赴山海的期待值非常高，诚意的黑白剧照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关注。许多网友表示，诚意的演技和颜值都让人十分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，同时双平台的播出策略也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接触到这部作品。可以说，赴山海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部热门剧集的潜质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一定会成为观众们热议和追捧的焦点。海报风格，黑白海报展现了强烈的视觉张力，突出了诚意的帅气形象，同时也为即将开播的赴山海增添了浓厚的神秘感。从海报中可见，诚意的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，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充满了魅力，这也让粉丝们对他的新剧赴山海充满了期待。网友们纷纷留言祝福诚意开机大吉，拍摄顺利，这表明了观众对于诚意的信任和喜爱，也期待他能够在新剧中再次展现出精湛的演技。诚意在之前的剧《莲花楼》中表现出色，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，此次他再次出演武侠剧《赴山海》，与古力娜扎等演员合作，预计将再次掀起一股观剧热潮。诚意在《赴山海》中的表现备受期待，黑白海报也展现了他良好的状态和精湛的演技，期待他在新剧中能够再次为观众带来惊喜。《赴山海》的主题可以归纳如下：武侠与成长。该剧改编自温瑞安的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讲述了一名酷爱武侠小说却被现实磨平棱角的萧明明，通过小说男主角萧秋水的视角游历武林世界，从武力低微、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，最终成长为有情有义、守护家国的大侠的故事。这一过程体现了武侠元素与人物成长的紧密结合，现实与梦想的交织。主角萧明明是一个被现实磨平棱角的咸鱼，但他内心深处对武侠世界的热爱从未熄灭。通过小说中的游历，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找到了自我价值和人生方向。这一过程展示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。家国情怀，剧中强调了家国情怀的重要性。萧明明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不仅关注个人的武艺提升和江湖恩怨，更将家国天下放在心中。他最终成为守护家国的大侠，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。信念与坚持，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小说中的武林世界，萧明明都坚守住自己的信念和追求，他不被现实所束缚，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同时，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，他也能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。赴山海的主题涵盖了武侠与成长、现实与梦想的交织、家国情怀以及信念与坚持等方面，这些主题相互交织、相互影响，共同构成了该剧的核心价值观和故事情节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